市场捡条大黄花，清蒸做法安排它。黄花背部来两刀，方便入味小妙招。将片小葱铺盘底，受热均匀要垫起。再把鱼身放盘上，将片葱段鱼上放，刷一层油布要旺，这样鱼肉色泽亮。放入蒸箱100度蒸8分钟，要记住蒸好，腥水再排空，挑去姜片和小葱。蒸鱼豉油加清水白糖提鲜很完美。烧开以后到盘边，蒸鱼三丝往上添，一勺热油泼葱尖，这样吃鱼味才鲜。么么么么么么么哒。